期话题，顺产下面松了怎么补救。孙晓光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我们通常在产后42天之内，这个期间呢是这个阴道松弛恢复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。因为女性在分娩的时候呢，由于胎头的压迫哈，这个盆底肌呢伸展过度的拉伸，甚至呢有一些肌纤维都拉断了，所以说生完孩子以后那个阴道变得松弛，膨出，排尿不能控制等等。这种情况呢在产后42天呢，通过那个调理呢也会有一部分的恢复。比如产后呢做保健操，然后凯格尔斯运动，就是盆底肌的收缩运动啊，有助于恢复。还有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哈，做这个盆底的这个生物物理治疗，通过电刺激呢来使得这个盆底肌的弹性呢恢复。那么这些运动啊也好，或者是治疗也好呢，争取在产后呢越早越好。如果过了42天以后呢，它的恢复就变得效果不明显了。